爸爸画的火柴人公主是这样的，我画的火柴人公主是这样的，你觉得我画的火柴人公主会怎么样呢？如果你来当评委打分，你会给我们打多少分呢？拿出妈妈买的马克笔，来给公主穿上衣服，你看看好看不？你手机里有和衣服一样颜色的图片可以送给公主吗？比心哟，比比看谁的图片最多吧。对了对了，今天我改画好像翻车了，把公主画得太丑了，小评委来看看我画得咋样吧，觉得翻车的写一，没翻车的写二哟。对了对了，你看公主小手指的地方，你点一下就变了哟。花糖甜蜜粘在我的脸，你的话温柔像清风，把我乌云都吹散。你的眼像小太阳，你的光把我温暖。你的手柔软像海面。